新攻略机会在的最终回，请主题。孩子普遍缺乏运动，根据人寿公司调查结果发现，主要的原因为何 ？A. 家长过度保护 ，B. 家长过度防震。我选 B 锁定。它是一种放任的结果，而不是过度保护的关系。因为以现在小朋友的习惯，好像一旦放任他，大概就是沉迷在三 C 了，应该去运动的小孩比较少。哦，所以不是保护心态。反而是因为放任的结果。保护的话，可能还是会帮他规划一下，说你什么时候要运动，什么时候可以玩三 C， 什么时候。OK， 你揭晓。哎呦，不是放任啊！哎呀，好像很多的爸爸妈妈太保护孩子，很怕让孩子出去外面呢，有些追赶、跑跳，一些磕着碰着了，就会可能会让他受伤，所以呢，就不太想要让孩子出门，就会让孩子的运动量下降。当然，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爸爸妈妈自己太忙了，所以也没空带小孩子出去哦，所以就会常常看到现在的孩子呢，要不是肌肉量不足，不然就是过度肥胖。张凌宇准备，请助理。整体四肢的生长板闭合顺序都不太一样，请问哪一个位置的生长板闭合的速度是最快的 ？A 指尖 ，B 手腕。我猜是指尖呐。哎，锁定。我猜的，因为这样我们比较需要常剪指甲。那跟指甲没关系啊。生长板跟指甲。完了，完了，知道了，怎么办？我随便乱猜的，我乱猜的。我又不是医生，哎，我们这一集我们很吃亏，旁边的大家都是医学背景的，请揭晓。完了。恭喜！我们的生长板啊，逐渐愈合之后呢，就会进入到慢性的这个成长期了。那男生女生呢，都是一样的，会从比较末梢的地方啊开始逐渐的愈合，一开始是指尖，再来到手腕，然后接下来就会慢慢的，你的生长就会开始变得越来越慢。那其实可以从第二性征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点哦，像是女生初经来潮，或者是呢男生变身了之后呢，你的生长板就是已经逐渐愈合，那你就会开始呢没有办法再像之前快速暴风拉高了。你也是三组里面，你们这组是归一归。不会太难过的，对，我也这样觉得。每一分得来不易，请选择。我好难，真的，我压力好大。万一按到归零怎么办？林宇，你不可以骂我。你越这样想的话，越会按到归零；越这样想，越会按到。这个没有算秒数哈，我没有思考有。但尽快喽。好，好了好了，随便随便。运气真不错，15000。现在跳上来了，怎么办？加油加油！29秒，快的话有2题哦。哦，张凌宇准备，请出下一题。我刚刚已经很快哎。根据2022各县市生育津贴的方案，以下哪一个县市的每胎补助金额比较多 ？A. 桃园市 ，B. 苗栗县。我选 A。哎，锁定。哎呦，你真快哎！桃园为什么补助比较多呀？那桃园就很重视青年呐、啊，然后很多青年去参加。对，苗栗客家的。受客家的重要，桃园有很多就是新兴的这个新的家庭在那边生长，然后他们就是也蛮重视这一块的，包括就是新手爸妈的就是相关的补助，然后还有青年的贷款等等的。是，他很像蛮鼓励外县市投资迁入的。对，桃园在希望人口数增加会变成直辖市，有一段时间。是不是桃园的补助最多？来揭晓。嗯。好，其实各县市政府他们的生育津贴的补助呢都不太一样哦。那可以看到呢，只要你在当地呢涉及满一年就可以来进行申请。而在苗栗呢，它的这个生育津贴补助呢是一胎10000元，但是在桃园非常可观的，一胎就有3万块。那如果呢你怀的是双胞胎的话呢，有35000；如果是3胞胎的话呢，则是有45000块。陈海英。我压力又来了，最少3000，最多30000，不要归零的话，你基本上等着超越。请选择。好啦，我还是选一样的。恭喜归零。真的吗？对对。哦，真的假的？第二回是假的。为什么笑那么大声？笑太大声。你按哪个都大，奇怪，你就会去按那个。
杀。我们今天来真的很开心，但是我也很享受。张丽宇，十四秒还有一题。对啊，我们上一次个礼拜就是只有一个四万逆转胜，他按到了。真的假？太戏剧化了吧？对，就是输了最后再赢的，很好玩，真的很好玩。还有机会，好，林玉，我对不起你，不会啦，来，我们来就是参加，来玩。那你干嘛含着眼泪？眼睛有点干，肚子有点饿。请出最后一题，要秒答哦，来。夏天在享受热情阳光的同时，维持亮白肌肤很重要哦。请问吃什么会增加黑色素沉淀 ？A. 芹菜 ，B. 黑蒜。现场五秒。A. 芹菜。锁定。你真知道。对。我好像有印象。哎呦，它有一个什么东西会，反正就是吸光，然后就会变黑。感光性柠檬也是啊。感光性植物。柠檬也是。对对。听说香菜好像也有。香菜好像也是。香菜也有。就是吃了之后变黑。九层塔。还有什么？九层塔。九层塔。感觉很像我们两个是一个 team mate 这样子。team mate。对，队友。马吉。请揭晓。是不是芹菜？走，小妹。好，一定要提醒大家，如果你不想要变黑的话呢，就要尽量避免这些感光性食物哦。它里头呢含有一些金属元素，那在吃完之后呢，就比较容易啊，会让我们的体内的黑色素细胞变得更加的活跃。那哪些东西就算是感光性食物呢？包含了芹菜呀、九层塔、胡萝卜啊、菠菜、苋菜都是。你按到四万，你就看着那个。那个视频一跟了林泰欣两个下巴脱臼，那很好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压力好大。四千到四万，请选择。我决定想要再赌一次一元。非常可惜，两万元。哎，也还不错啊，四万再五哦。最后38100元，恭喜视频一林泰欣获胜。送咱们这个牙科好兄弟什么礼物？好，那送给你们的礼物呢是中效牙齿 ice cream 冰晶硬式乳胶床垫组 ，Winco 凉爽的纤维布，100% 的冰晶砂编织，具温湿度调节、吸湿排汗的功能，搭配天然的乳胶材质，经过 SGS 检验，不含金属以及加分甲醛，弹性加不易变形，抗菌又防螨，整夜睡得舒适又健康哦。送给两位。好好的运用你的智慧，想掌握每一次的机会，你才能够创造属于你的命运。别忘了周六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请你准时锁定《全民新攻略》，拜拜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